梁洛施是香港顶级富豪李泽楷的前女友，她为李泽楷生下了三位男孩，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嫁入豪门。不过梁洛施得到了5亿的分手费，所以她现在仍然维持着阔太太般的奢侈生活。现在的梁洛施带着三位儿子一起生活，最近她还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她为大儿子庆生的照片，但是没想到李泽楷却对梁洛施的隔空喊话丝毫没有理会，还带着自己小26岁的女友公开亮相。李泽楷这位小26岁的女友就是郭嘉文。郭嘉文不仅是香港小姐的季军，而且还是香港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系的高材生，她看起来非常乖巧甜美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